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健康的重要性，国际重踏新竹社最近在新竹市十八间山举行百周年健走暨健康义诊列车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健走，促进身体健康。今天是国际重踏新竹社所举办的“你健康，我快乐”义诊与健走的活动，为了国际重踏满一百年所举办的百周年庆祝活动。国际重踏的宗旨是透过服务与倡议来赋权女性。那已经一百年了，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国际重踏是什么样的组织，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来为这个女权及人权的最终目标一起努力。节目是很丰富，因为除了这个健行到那个山顶的幸福亭的那边，我们会发扇子，纪念扇子跟饼干给我们的民众。那另外呢，义诊的这边呢，除了一些的健康咨询和一些的健康方面的一些补助品啊，我们也有发送一些纪念品。那在最后的活动的话，会有抽奖的活动，那奖品是非常丰富哈。国际重踏社新竹社长苏玉英指出，这次的健行活动搭配了现场义诊，同时日前也捐出了轮椅给马街医院跟新竹市荣民之家，希望社友们的爱心可以帮助到更多人。37辆的轮椅来，然后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两个受赠单位，一个呢就是新竹荣民之家，那我们赠送了5台高背轮椅。那一个呢是马街新竹纪念医院，我们赠送了15台的一般轮椅，这样，那总价值是92,500元。想要保持身体健康，最基本的就是需要运动。国际重踏社在新竹市十八千山举办活动，让来往上山健行的民众一边健行，一边还能够义诊，以及参加国际重踏社举办的舒压活动，用最轻松的方式促进身体健康。凯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